我对他们家这个酥皮乳鸭可是念念不忘。很多年前，大概是15年吧，我就来过这儿。今天再来，这环境比以前更好了，阳光房的采光也太棒了吧！我对他们家这个酥皮乳鸭可是念念不忘。两笼小饼，一个是口袋饼，一个是春饼。看这个蘸料，甜面酱和咖啡糖。现在这一桌双人餐才488，巷子干菜烧仔排，豆汤脆豆花，肉眼可见的嫩星洲黄金花，还有一盒精致的马卡龙。看看这丰厚的油脂层，鸭皮肯定是要蘸糖的呀。看，油亮油亮的。它不是那种单纯的甜，会有一点点咖啡香，还有一点点微苦。他们拿筷子是怎么卷的？这样吗？好像可以哦。你们卷饼的时候都要肥瘦相间的一起夹，这个口感和味道真的绝了。口袋饼，那得多塞点肉呀。这个饼好好吃，它特别的暄软，很规整的块儿。热菜是2选1的，除了这个，还有一个糖醋排骨，炖的还挺脱骨的。这个金色的汤是用豌豆和高汤熬的，鲜咸，还有点沙沙面面的口感。你们知道什么叫温压大老太太都能吃吗？根本不用削，就一顶就碎了。餐后水果真的甜度爆表。他们家这个环境啊，可真是没得说。你们有什么想约会呀、请客呀，可以提前预定一下。这个阳光房真的是太棒了。